感谢点赞，谢谢，咱们打一波杀人好不好？打一波杀人，打一波杀人。对，晚上好。来打一波杀人。那天我截图发到群里，那个你们给那个易老板看了没有？对吧？到底是他移了还是我移了？对不对嘛？他不是一直都很狂吗？让他看一下我们的实力，对吧？你们发到群里给他看了没有，家人们？晚上好。对，晚上好。谢谢点赞，谢谢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好吧？谢谢点赞，谢谢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感谢感谢。晚上好，对，晚上好。我哥也在这儿哦，让他给大家聊一下天啊，我去挪一下车，因为现在那个过年了嘛，过年了，然后这个小娃也回去过年了，来，你来给他们聊一下，咱们打一波杀人好吧，分享一下粉丝群，然后啊，我老爸他好像刚刚给我发信息，我没有回，他可能来到直播间了。等一下他连过来的话，你给他连一下麦，然后给他说一下，我们过几天再回去，这两天。家人们晚上好，新年快乐！都吃饭没有？这阿伟有点事啊，他去挪一下车，刚才那个没有停车位。我们两个现在在大凉山，好打一波下人啊，这人气有点少。来，都出来聊天吧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叫我小五啊，叫我小五就可以了。我是阿五，阿伟的七哥哥。然后呢？我是阿五，阿伟的七哥哥。叫我赵五。是阿五，叫我赵五。过年都干嘛了你们？我像好人吗？我的眼睛是坏人吗？其实我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坏，知道吧？我那只是为了阿伟他们好，你们可能是误会我了。不帅啊，不帅，太坏了。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应该消消气了。都那么久了，你们还在生我的气是吧？这个人坏的自私是吧？坏的很自私哦。我很自私吗？我很自私的话，现在塔塔都被我抢过来了。我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个意思啊。二妹比阿紫好看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。这个二妹还是可以的，家人们都是哪里的？感谢你们一直以来陪伴着阿伟。他不会要我，我们是兄妹，怎么会要不要我呢？都跟你们说了，从小就一起长大的，没有，怎么说呢，谈不出那种感情，知道吗？没有那个爱情，只有那个亲戚感。我不是什么花花公子啊，我是一个正人君子啊。我对堂妹是堂妹跟我，那一直都是那种关系啊，那种兄妹那种关系，我对她呢没有那种感觉啊，没有那种。爱情方面的那种感觉，只是亲戚感。我呢，怕他们两个
怕他们两个像那天在晚上一样谈谈表达什么的，然后就让他们让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，可能大家都不好意思。小王妹妹怎么了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小王也回去过年了，没有在这里，只有阿伟哥我在这里。家人们不要生气了，我在这里先给你们道歉啊，道歉之前呢可能是我的错，但是我也不想看到，我也不想看到他们直接搞的那种尴尬的那种事出来，所以才组织了他们。你们过年杀猪没有？过年都杀猪没有？这边过年都杀猪，不要打扰你了好不好？现在你们有好多是不了解，但是有些家人们他是了解了的，他是理解了。对，不要骂人，不要骂人，骂人就不好玩了是吧？阿伟呢？阿伟下去了，阿伟下去那个挪一下车，刚才那个没位置，车没有车位。来，家人们打一波上人，我们人气有点少，打一波上人。然后等一下两期了，我们两个给你们唱首歌啊，你们想不想听小五唱歌嘛？叔叔阿姨们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以后咱们没事就经常聊天哦。其实小五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坏，咱们以后就经常聊天。我现在也跟阿伟说了，叫他来一个小号给我玩，然后咱们可以经常聊天的。上人，对，新年快乐，家人们新年快乐。就是你坏，太坏了，是吧？坏了也没办法，坏了现在也改变不了了嘛，我已经做都做了，是吧？对，都是让着弟弟的啊。那天是我有我的想法啊。又打太坏了，我有那么坏吗？你们从哪里看出来我那么坏？啊？我像个坏人吗？我们俩长得不像啊，好多都这样说。新年快乐！我长得是有点像坏人，是吧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长得有点像坏人。家人们。不要再打坏人了，好不好？能不能给个面子嘛？我老婆都没联系了，老婆都不要我了，太坏了，老婆不要我了，是吧？是有点错，是吧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等一下我爸要撵过来，我们要跟他这几天呢过年也没在爸妈身边，我们两个都在西川这边大凉山这边，所以想跟他聊一下天。阿伟说等一下他要撵过来，现在还有打200了是吧？是啊，我是主要是怕塔非要这样是吧，非要坦白什么的，然后我知道阿伟是什么样的人，我知道了是吧，所以我怕他们两个像那天晚上要坦白了，然后又搞得大家都尴尬，搞得我爸爸都不好收场，知道吧？搞得塔也不好收场，所以我就组织了一下，但是其实你们私底下你们不知道，你们只看到线上。线下是什么情况你们不知道，所以有时候你们骂我也是正常的啊，这个不怪你们。
使劲骂吧，只要你们高兴 OK 没事的。但是希望呢家人们是吧，你们跟阿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以后呢不要这样骂我了好不好。家人们有没有理解小五的，理解小五的打个一啊，我看一下有没有。家人们有多少个能理解我呢，我看一下。来理解小五的打个一，扣个一，来我看一下。你看我的家人们是有的吗，还是有的哦。感谢啊、嗯、还是有的。多多少少还是叔叔阿姨们，有些是过来人，他们很了解了，很理解了，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因为他们一直都是一直都是靠着二位过来的，二位有什么想法他们也知道，他们跟我是一样的，就是二位的铁粉都是这样的都很理解的。有些之前他不知道，然后也不是很关注二位的那种，他偶尔来看一下那个线下他是不知道的。找借口吗？有必要吗？我必要找借口吗？啊？是吧？我没有必要找借口，没有必要跟你们解释吗？是吧？我是事实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是吧？不是说编个什么来骗你们，这怎么可能嘛？是吧？感谢家人们啊！感谢家人们，来家人们再打一波下人。人气到两千了，我给你们唱首歌啊。好不好听嘛？是吧？好不好听是唱的好不好是另外一个事，是吧？大家过年了，开心一下嘛，我们一起开心一下，是吧？小五在这里给家人们拜年啊！对，多打一波杀手，等一下唱到2000了，给你们唱首歌啊、哦。来吧，阿伟回来了。哎呀，家人们晚上好。过年了，人气这么少、啊，这是不是都去看什么去了？是不是都去？